要是有毛去坑要咱注意一下坐上车。哇，请注意接轨。我刚想说这个是你们安排的吗？不是。但是旁边有好多摩托车。不晃，丝毫不晃。代客泊车辅助可用了，按下支架键开始泊车。啊，也是跟支架的那个激活一样。对。代客泊车辅助已开启。哇，好窄啊，那个又有雪糕头，又有这个也又有柱子。其实我第一次来的话，我会害怕过不了。这块也是我们泊顶下日常的场景，对，有这个让行。然后这个是专门强化过，它是会给做到一个舒适的刹停，然后并且双方都留出一个非常合适的距离来，然后有空间就是迅速停。那这块我们也是模拟了一下这个路口有车出现，然后咱这个车会这个稍微的避让一下，不要接这里。模拟了一个鬼站头的场景。哦，他还让了我。对。发现它直线还蛮快的，对，提速的前方即将左转，不知道能开到23公里每小时。对，看到加速减速非常的快，这边是有盲区，可能要咱注意一下坐上车。哇，请注意接轨。哎，你接了是吧？这不用接了，真的吗？因为这一下其实一般的司机都会比较害怕，因为它是冲上来的。那咋整这就不要接这里。OK， 咱再做一个这个倒车的避让的场景。他会在这儿像人一样先试探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过，获取一个更准确的这个障碍物的估计。但是旁边有好多摩托车。不晃，丝毫不晃。他目前这个避障的范围，就障碍物减速的范围是车，如果他侵入到了车身这个任何外轮廓20厘米之内，他才会采取一个剧烈的刹停，其他手上都是能够表示。而且他。就是往前试探到倒车这个过程还算是蛮快，对，也就像一个正常司机看一下不行，想一想就到了。对，开得好顺，好，就是像一个很熟悉这块停车场的一个本地人在开的，而不是说慢慢的在蠕行。但讲真，会不会说这个车因为在这个停车场可能跑的比较多，才就记忆一次就可以做到这个效果。对，我们整体的逻辑建图是不会再重复的往里边加各种信息，各种信息，只需要一次，在任何刹车时都可以。然后建图最长距离是2公里。其实一台车可以记忆多少条这样的路线？目前来说是我们设置的上限是100条。哦，100条。对，理论上应该用不完了。对，然后因为现在右边应该是有人吧，所以它的活动速度会比较保守。如果等会儿可以咱找个空地来看，没有人的话它最高的不会回到5公里每小时。这个是我们优化了很多很多之后得到的一个比较好的。泊车已完成。这是刚才弯扭图900米。哇，刚刚绕这么远也就900米。所以单条2公里真是完全够了。是的，能够你绕几层楼。哦呦。临场辅助已退出。哦呦贴着过去。这个整体的加速效率很让人舒服，温和之余也有效率。哦，没想到它联动支架一起做了，这个还蛮惊喜。